情人间的深渊，万物已改变。我拥抱着你，仿佛通体透明，我背负着你前往爱之圣地。听那遥风且行且听且吟，相濡又饮。遥风过眼，过耳过心，梦是一岁。遥风且行且听且吟，一世迷醉。发现你不是人类的气味。您真的打算住我家吗？灵珠在你身上会引来各路妖怪的，你死了倒也罢了，但灵珠是我的宝物，岂能被他人夺走？那我现在岂不是行走的唐僧肉？唐僧肉味道如何？那妖怪要是再来抢灵珠，我怎么办？夺我灵珠者死。今天晚上就睡这儿吧。似乎方才那间更为舒适一些。这里尚可，你出去吧。好，你晚安。刚交电费啊，你蜡烛举高一点，你举高一点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麻烦您高抬贵手。OK 了。OK 是何意？这是好了的意思。哦。嗯。那他为何会亮？他什么都不懂。如果让他摸一摸电门，具体我也不清楚。你要是真想知道的话，可以感受一下。像这样，对，什么感觉？没什么感觉啊，就是酥酥麻麻的，倒是通体舒畅。你确定？对啊，要不你也感受一下？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能看一下您的手吗？OK 吗？
我看此物甚是柔软，便铺在床榻之上，有何不妥？特别不妥。这个我要拿走。这到底是何物？你不用管。我只剩一天可以活了，愿望这么多，根本没时间去实现啊。只有一天时间了，给学长生猴子是来不及了，但是不管怎样，还是在死之前表白吧。饭好了吗？一会儿去外面吃吧。别选了，都是奇装异服。你要变成鬼魂还要一天时间，没必要此时就把自己弄成鬼一般的模样。不好好干活，居然敢去藏书阁偷书，你以为你还是原来的珍妃吗？书不是我偷的，是皇上赏给我的。你这个狐妹子，还想靠这张脸复仇？好，行，别再哭了啊。有什么事吗？对不起啊，南娇姐，刚刚对戏的时候我下手重了一些。天哪，这么大一条划痕，你是怎么弄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？你知道这张脸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千万少男少女的梦。你一句不是故意的就能搪塞过去了，你简直太……没关系的，补个妆就好了。新人嘛，难免会犯错。谢谢，谢谢南娇姐，赶紧走吧。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放心吧，南娇大人，他敢弄伤您的绝世容颜，我保证他再也不会出现在您的面前了。关键是他叫我姐，我看着那么老吗？我看着年纪比他大吗？哦，不不不，怎么可能呢？
是爬山虎妖，爬山虎也能成妖？才500年修行而已，不自量力。我也好想再活500年啊！南教大人，对不起啊，没能把灵珠夺过来献给你。我们尽力了，但那女孩身边啊，守着一个十分厉害的妖怪。 他就这么轻轻一挥衣袖，我们就成这样了。要不是我俩跑得快，恐怕就再也见不到美丽的南教大人您了。什么事儿都办不好，我要你们干什么用的？南教大人，附近的妖怪我都已经通知了，照片也给了他们，暂时还没有消息。 南教大人，这照片上的男人，就是打伤我们的妖怪。你确定？对，这个妖怪就住在那个人类女孩家里面，一直看护着灵珠，还说什么差一天就要飞升成仙什么的。怪不得，原来他拿了灵珠去修仙，这一千年难怪我找不到他。 是电动车，我知道你可以飞来飞去的，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，我需要代步工具。这两个轮子，一前一后如何保持平衡？那种四个轮子的更好一些，或者那天那个蝙蝠遥控制的，有好多只轮子的，也不错。我只有两个轮子的，快上来，不然上学我要迟到了。好吧。 怎么样？还算稳当吧？去学校一般需要半个小时，每次快迟到的时候，我15分钟就能跑完，顺便还可以吃个早点。 有点头晕。嗯，你可能晕车。来了，今儿还是老样子，一个煎饼，不加肉，不加薄脆，不加鸡蛋，生菜多来点。不，5个煎饼，肉加双份儿。 薄脆和鸡蛋也要双份，不要生菜。终于想开了，就是，年轻小姑娘那么抠门，老了都要后悔的。
问题是，我得有机会变老才行啊。买肉了吗？买了。这是你今天的午饭。嘿，这饼好吃吗？此饼味道甚佳。我们这儿还有更好吃的，你没尝到呢。要不今夜子时，我必定要拿回灵珠。这是何物？这是我手机铃声。手机铃声？此物就是网上说的，无论有多远，都能千里传音的手机。啊对啊对对对对对，你不是很懂吗？哎呀，快给我吧，有人来电话了。你别再跟着我了。我并非跟随你，我在跟随灵珠。学校这么多人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哪个妖怪敢来抢灵珠啊？今天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天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同学你好，我找一下周瑾学长。他呀，去拍戏了。哦，好。没想到如今的学塾还在教授蹴鞠。不过千年过去，国人蹴鞠技艺怎道不进反退？现场安静，现场安静啊！现场安静，安静啊！安静，安静，现场安静。就你，卷毛这个，就你了，往后退，退分子往后退。啊，我的周瑾学长，连当群演都能那么帅。肖大人，自己找上门来。那要不要我现在就动手？不要，现在使用妖术的话容易被捉妖师发现，况且白萧可能在附近，不能被他发现。白萧在不是正好吗？您不是找他找很久了吗？现在的紧要关头是找灵珠，我跟他的账等我找到灵珠再跟他算。过来。同学，饭点还没到啊，四点半再过来吧。啊，安静，小朋友们，安静！你们的福利来了，咱们组啊，现在缺一个临时演员，有没有人想和娇娇有近距离接触的？我
是这样的，咱们这个角色啊是个女性角色，所以说男生们可以把手给放下了。哎，我可以反串的，我有没有太监角色？我可以演太监。我小时候演过话剧，我有表演经验。我不要片酬，我不聊盒饭。小姐，您看，选我，选我。就他吧，那个短头发卷毛。好的，小姐慢走。小时候演过话剧，都演过什么？青蛙王子。哦，演公主。演的青蛙啊。也算有表演经验了，换衣服去。好。学长好。嗯，你是？我是建筑系三班的夏葵。哦，想起来了，穿成这个样子，我还真没认出来。哦，对了，你爸爸怎么样了？啊，我爸爸？上次我领队的登山活动你没有来，我听平安说，你爸爸借了高利贷，如果还不上的话，就要去卖肾。他说你还管他借钱来着，后来情况怎么样了？那学长要问起来，我该怎么说呀？你随便找个理由嘛，感人点的，发自肺腑的。虽然我没去，你能让学长对我印象深刻的啊？死平安，你找的理由可真让学长对我印象深刻啊。没事了，问题都解决了。那就好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学长，等会儿拍完戏，你有时间吗？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但是这戏不知道拍到什么时候，我也是刚被拉过来的，好像得拍到晚上吧。怎么办？过了12点就来不及了。很重要的事吗？没。有一点重要吧。来来来，演救命了！来，快快到你们位置上，快！来到我们位置上，快到位置上，到位置上站好了，快！3、2、1 ，Action！OK， 咱们再来一条啊！宫女记住，死的时候要痛苦一点，还有大家死的时候要走心，认真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来一遍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咔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那边有个粉丝入侵了，都退出去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现在就表白吧。你怎么死到这儿来了？咔！那个宫女怎么回事？死了怎么还动呢？你干嘛呢，姐？演个死人都不会啊？
怎么还在动啊？他又不是专业的演员，麻烦你说话客气点。你们剧组欺负学生，不怕我们把你们发到网上吗？你没事吧？导演，这条就过了吧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，好，好嘞，兰姐。别说。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，我想加上吊威亚的戏，希望有个宫女忠心护主，刺客来的时候勇敢挡在前面，然后被刺客一脚踢飞，口吐鲜血而死。我觉得这样呢，是不是整个戏更有层次感？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在打戏中增加情感，实在是画龙点睛之笔呀。没问题，那就让那宫女演吧，我觉得她表演欲望挺强的。好，没问题。好的，导，收到收到，我马上过来。那边都开拍了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晚上盒饭不想领了是吧？盒饭？有肉吗？有肉，还有鸡排呢，赶紧过去。偷懒儿？来，过来。楠姐说了，这场戏的还是由你来演。我不想演，太麻烦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时间紧着呢。演了这场戏啊，你就算是特约群演，一天呢，我给你1000。虽然没多少时间可活了，但钱这个东西能赚一点是一点，就算我死了，还能留给老爸还债啊。2000，2000。我就演。2000就2000，好好准备。老明，拿位子。
没受伤吧？刚才太危险了。嗯，没事儿，谢谢学长。多亏刚刚拽住钢丝的那个演员，吓死我了。死狐狸精为什么要救我呢？他不是希望尽快杀掉我，拿走灵珠吗？哎，今天开始到此结束了啊，收工了。啊，终于收工了。哎，对了，小葵，你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吗？Thank you.